这是一期专注力测试的挑战，我即将呢要从一写到300，而中间不能出现任何的错误。我们来看看我实际上可以写到多少。开始。我写错了，我写成27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写完了。当我写到这个297的时候，其实我算有一点写错啊，我是写成27。然后才去改成9，一到300这个专注力测试啊，其实我刚写到220级的时候就已经觉得专注力快要不行了。你不妨你也可以试试看，是否你可以从第一笔画从一口气写到300。欢迎你留言来告诉我这种相关的记忆力、专注力的挑战。如果你有兴趣，一定要看下一期影片见。